瑞文崔斯的人民啊，最近情势艰难，但我有几个正面的消息要宣布。首先，向各位保证，我们的神圣使命是协助最凶暴、最邪恶的灵魂赎罪，完成使命永远是我们的第一顺位。我们的仪式相当有效，我们的判决既严厉又公平。我们范希尔尽全力让需要的人获得最终的救赎。多亏了认真工作的各位，最邪恶、最高傲的灵魂才免于堕入冤猴的永恒苦难。不幸的是，最近那些天性傲慢的灵魂数量很明显的越来越少，使得我们最珍贵的资源，也就是灵魄，逐渐匮乏。这场充满谜团的干旱现象影响甚巨，就连认真萃取灵魄的我们也无法幸免。当然，我们那可靠的灵魄来源老朋友依然健在，但是恐怕也入不敷出了。我们正竭尽所能地收集更多的灵魄，不过我们每个同胞不论贫富贵贱，都必须为伟大的目标做出牺牲。因此，我决定从现在开始实施节约配给制度，以确保灵魄能够运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如此一来，我们的同胞和土地都能好好维持下去。不过，有人想借着这场危机来谋取自己的利益，推翻我们公平公正的社会结构。各位请放心，我们绝对会以公正的态度与怜悯的心情来制裁这些歹徒。毕竟，我仍是个慈悲为怀的王者。各位忠诚的同胞，我们正竭尽全力来提高灵魄的产量，完成瑞文崔斯的荣誉使命。坚定信念，继续奉献。相信我，我一定会带领大家迈向光明未来。新人了，这个家伙怪怪的，可能是因为他还活着的关系，我们要有同理心。被诅咒的灵魂，欢迎来到瑞文崔斯，你赎罪的最后希望。我们会向介绍这边请。你有被跟踪吗？你被吃掉后，你是新来的灵魂，必须先了解这里是充满折磨和赎罪的地方。别害怕，你看这里有这么多的罪孽石，通往救赎之路确实是可以达成的。每颗罪孽石都代表着每一个来到这里准备赎罪的灵魂，他们最后不是离开这里，就是成为范希尔族的一份子。主宰会做最后的审判，他掌管这里的一切，也能决定哪些灵魂能成为范希尔、折磨者和弑罪者。当然，偶尔也会有那些不好好配合的赎罪的灵魂，或是不承认自己罪孽时的。
或是纯粹想当克劳鼠屎的，他们就会被送去冤吼，永远不能翻身。像这个可怜的家伙，他已经被下最后通牒了，根本不承认自己有错，还以为自己是个大人物。给我住手！这位是客人，不是罪人。快点整理一下仪容，走开！大神来了。戴纳瑟斯王期待我能安排你们会面。要凡人来吧。我们离开这里。你想必听说了林霍干旱对我们造成的影响，我们带着尊严来面对这个挑战，也支持主宰的决策。瑞文崔斯坚不可摧。前面有些骚动，好像有人在打架。一群反抗军，直接碾过去或撞下去都可以，他们才不敢。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凡人不能沦为主宰的另一个傀儡。叛徒，他也是你的主宰，立刻放了我们。遵命，公务大臣。你是来帮忙还是来搞破坏的？好，你去找其他人，我来把马车修好。小心别被吃掉了。凡人，过来这里。看来你找到了史上最强的剑士，如果遇到什么刺激的事，一定要跟我分享。太好了，终于自由了。来吧，我的新朋友，我们来大开杀戒，杀什么都好。他们正在我们领地的基石上进食，我从没见过这么多。啊！我不想被吃掉。
都范围了。生前我无懈可击，死后我所向披靡。误认居然肯赏脸，我们的冤猴行者是从哪个牢笼把你救出来的？哦，你懂的，这个牢笼待腻了，我就换一个。需要什么吗？那些关于干旱的谣言真是太夸张了。就算牺牲别人的左眼，我也想亲眼。我们得暂时道别了，因为我有个仇要报。后会有期，你要好好活着。保持警觉，德瑞文和他的手下可能还在附近埋伏。德瑞文是少数幸存的反叛军领袖，有些不忠的范希尔和石原魔觉得灵祸干旱是主宰造成的，荒谬至极。接下来用走的，我不太喜欢被抛下悬崖的感觉。我为主宰效命，不要相信反叛军的谣言。哎，听好，你这个丑八怪，把马车驾驶到另一边来分散注意力。别相信任何有翅膀，我们要分头行动，才能增加对方追捕的难度。你可别太快死。欢迎来到瑞文崔斯，瑞文崔斯坚不可摧，要相信主宰的安排，不要相信反叛军的谣言。这里谁都能来，一点规矩都没有。至少在城堡那边还算是有在做定。石原魔通常是忠诚度极高的防卫者，那些叛徒都是被花言巧语和谎言动摇的。任你差遣。没有借口，你们不缴纳主宰要求的零破税款，我就把这破烂村庄里的人全部流放到余境区。我好久没接触到活生生的凡人了，你有时间吗？
一路平安。戴纳瑟斯王期待我能安排你们会面。哼，好你个冤猴行者。军队消灭德瑞文那帮叛徒。不用管德瑞文，他们的王子已经死了，反叛军也不堪一击，发号施令的只剩控罪者一个。控罪者？他手上还握有收割者勋章，我们要怎么击败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捕捉冤猴行者。我服从，因为有人忘了如何听命。需要什么吗？欢迎来到旅。我的孩子，我知道你经历过什么痛苦。如果要让瑞文崔斯度过这次危机，之后恐怕得做出更多牺牲。请主宰宽容。容我介绍冤猴行者。啊，是从那座无法逃脱的监狱里面成功逃脱的凡人，也是为各界恢复希望的灵魂。冤猴行者，我知道你急需灵魄，如果在一般的情况下，我绝对会赏赐给你。可惜啊，我们正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叛乱，我们的资源濒临着浩劫危机，这场干旱令人民陷入绝望，饥饿，有些人甚至开始反抗。不过如果你帮助我们，我也是可以为你提供你需要的协助。这玩意儿真奇特。控制本身，你想清楚再来。我们来聊聊，后会有期。请上前，冤火行者，我将让你稍微体验一下瑞文崔斯所能赋予的力量。瑞文崔斯的范希尔人，注意这一边，这位新来的客人是我的贵宾，在这里将会享有一切特权。为了完成这项工作，我把雷纳瑟王子的勋章借你，再加上我们这位亲爱的朋友冤猴行者，把控罪者带过来，他的勋章就归你所有。至于王子的勋章，已经许诺要交给另一位忠诚盟友了。主宰，您宽宏大量，智勇双全，我遵循你的旨意。需要什么吗？瑞文据主宰的律法，必须囚禁控罪者，而赎罪之殿就交由我来亲自看管。我们拒绝服从你的律法，你不法取得的权利，还有那个腐败的主宰。从这轻蔑的态度看来，你还真是傲慢啊，控罪者。你配不上你的称号、你的特权和你的力量。那你就不配存在，到我的大厅来，我会亲自证明这点。
给行刃好了，更好的。暴控罪者，你好像很害怕。转型平衡，好话不说第二遍。审判官，看好我的罪孽石，废去有我们族人的安全地点，我自己来解决这些入侵者。这就是戴纳瑟斯派来的无知爪牙，如此无知必须接受惩罚，我就赦免你这一次，不准回来。怨侯行者就别站起来了，你是在丢你自己的脸，还有丢我的脸。欢迎来到瑞文崔斯。那些关于干旱的谣言，我要让控罪者忙不过来，找出那些审判官后杀掉他们。罪孽石是瑞文崔斯最强大也最让人鄙视的武器，当所有人都抛下自己过去的时候，最恶劣的就是被别人揭开旧疮疤。我会找到审判官，一直找他的罪孽石。野马特没有带来，他很了解怎么利用罪孽石。他锁住了。现在起要服从冤侯行者，可是冤侯行者你要小心，戴纳瑟斯没对你说实话。我们赶快了结吧，众人。你就是冤侯行者，给我滚。我会找到第二个审判官的罪孽石，之后回来这里看不见你。突然你杀他，你居然指控我，我可是克服了那颗石头上的所有罪孽。你罪孽石附近的结界减弱了，你觉得再过多久我的手下就能解决第二个审判官啊？我找到下一块罪孽石了，你解决审判官史黛拉了没？你迟到了，走吧。审判官维尔海姆把他的罪孽石藏在上方的道路，快找出来，我会去找审判官。不要突然啊，
那座纪念碑都倒了。你的傲慢污蔑了这个国度。接近审判官维尔海姆了，你们太慢了。专心听，把话不说第二遍。特雷尔，我会帮你重组罪孽石，然后我就可以背他没有了。哇，多谢你啊！罪孽石这招可真是卑鄙呀！相信控罪者，保护你罪孽石的结界崩溃了，控罪者。艾克隆，马上帮我拿过来。你就是你吧，特雷尔。我相当乐意，主人。终于，我去拿控罪者的罪孽石。你的工作就是抓紧他，然后闭嘴，别讲话。失败的那一刻已经来了，控罪者。我的手下已经把你的控罪石交到我的手上了。我为主宰效命，瑞文崔斯坚不可摧。跟对付其他审判官一样，我要拿控罪者的罪孽石来击败他。我呼唤控罪者的真名，绯红暗影哈利叶。罪名是策划暗杀无数无辜的人，并从屠杀中获取利润。
亲手杀了自己的，这怎么没有用？你觉得收割者会这么容易挫败吗？我让所有人都看得见我的罪孽时，我能在瑞文崔斯克服罪孽，我很骄傲。艾克隆，怨后行者，保护我！你那些食猿魔挡不住我的，我可是收割者。我的勋章应该可以强化罪孽石才对呀、啊。所以你知道我的名字了，那显示我的力量吧。亲生女儿，妈妈，妈妈，你为什么要杀我？亲爱的卡米尔，我不知道那是你，他们骗我，他们说，我好对不起你，卡米尔，我绝对不是刻意伤害你，我每天都在想念。杀了他，杀了亲生女儿！你居然用我的女儿来折磨我，这种罪孽我不知道偿还几百次了。我打破了控罪者的防御，趁他虚弱的时候击溃他。胜了，叛徒！我就是要让你失去一切。欢迎来到瑞文崔斯，要相信主宰的安排。主宰在等候控罪者和冤猴行者。主宰一定是想派我留在这里好好看管大厅，这是他最看重的。张开你的双眼，猿猴行者。主宰，不是他说的那样。犯人，安静。带我去找主宰，但是不要相信他。做得好，猿猴行者。控罪者，我给你的工作那么简单，但你居然选择叛变。你要我去亵渎决定我们本职的古代记忆？就算是你下令，我也绝对不干。错误的决定，我现在以反抗瑞文崔斯的罪名指控你。我指控你，戴纳瑟斯，你德不配位，你才是藐视瑞文崔斯意志的人。藐视瑞文崔斯，我就是瑞文崔斯。把你丢到余禁区烧几个世纪，看能不能让你想起来是谁统治这里。就连惩罚也看得出你有多自满。好啊，就把我和你所有罪过一起隐瞒吧。你本来是恐惧之王，现在呢，连你的利齿都不再让人害怕。找到了吗？等着瞧。去猎者，叫猎人准备好。
定要真正体会过。用这些锁链来控制顽强的灵魂，被铁链绑住的灵魂会对你言听计从。我们有一辈子的时间可以互相认识。洛克西带到残木山丘，他已经先离开了。我们一直在等你，你的灵魂已经加入其他灵魂的行列了吗？你的恐惧背叛了猿猴行者，从寻权者洛克西身上虹吸灵魂吧。灵魂，你的傲慢和自大蒙蔽了你。猿猴行者，用中空之牙发出狩猎开始的信号。走开，骄傲的灵魂，任由恐惧驱使你吧。只要抓住一个弱点，就能击溃你。还希望破灭者，你可以开始了。小东西，你心中来狩猎吧。他们残留希望的化身，我们很接近了。
即使是寻犬师也无力反抗，和他一起去找暗脉女士。他们破碎的希望暴露了行踪。猿猴行者，你看，用恐惧来麻痹灵魂，他们的灵魄就会自由流动。这些害虫近看更恶心，他们残留希望的化身。我们很接近了。又战胜了一个猎人，我杀够多了，剩下的就交给我的猎人解决。我感受到猎物散发的莫大恐惧，恐惧使你毫无防备，他会一路陪伴你到赎罪之殿。连不认识我的都感应到叛徒的恐惧，他就藏在衰竭主藏所，吞噬者可能已经吃掉他了，真可惜。可怜的叛徒居然躲在无处可逃的地方。他很快就会回来，时间不多，让我向你揭露真相吧，改变自己，否则我就要动手了。唯有牺牲，方能赎罪。跟随我，猿猴行者，你会明白你是为了什么而战。你看，人民已经发声了，他们不愿为瑞文崔斯效命，唯有受苦。王啊，就像我之前解释过的，如此紧巧的程序可千万不能着急，收割灵魄是相当精密的。我们的朋友要等不及了，因为最近的事情我们要加快进度。因纳瓦，快去办。但是主宰，我看看是谁来了。女士，你要对这些不请自来的客人更有警觉心一点。我不懂。是反抗我的控罪者和不幸的凡人爪牙。真厉害，你发现了我们的小秘密，但这一点都不碍事。你夺走人民的灵魄，还让暗影之境全都陷入干旱，为什么？其他人只会浪费我们最珍贵的资源，那可不行。你放心，灵魄会用在更崇高的目的上，但我想你没办法活着看到荣耀来临的那一刻了。王啊，我会严厉地处置他们。那是当然。我需要更多时间才能杀出一条血路，与我并肩作战吗？
粉碎你的无畏反抗。就算没有勋章，你依然活着，看来你的灵魄对王来说很有价值。每个灵魂都是猿猴行者，我们在那边会合。我必须警告盟友，为接下来的事做好准备。这个计划可行，但有风险。幸运的是，猿猴行者克服了万难，终于抵达此处。猿猴比你想象的还要近。华裔的任务非常重要，想赢就必须要正确的设置陷阱。我们会在庄园等你。折的时候也暴露了自己的位置，你的末日到了。
根据斥候回报，剧烈者正前往绝袭坑，快点完成你的准备工作。我们会看着。我对这场闹剧感到厌烦了，来吧，我会让你死得痛快一点儿。换我们表现了，全军死守防线。唯有赎罪。清除这些反抗势力，以主宰之名。吸取灵魄，用那个瓶子。决定性的胜利，猎物，我们在绝袭坑外等你。只要你开口，我就会聆听，也会记得。要不是雷纳瑟王子，反抗军早就完蛋了。前往余禁区找到西奥塔公爵，只有他知道王子在哪里。静止通行。不是坏的人，你是好的人。通行，盖了漂亮的章，写了很大的字，没问题，我看得懂。这上面写的就是你说的那样。好吧，你快走，坏的人。坠落！队伍一走丢，蠢蛋又上钩。转转，醒醒！步步神少主，紧紧跟随我。坏人藏身此屋，悲伤满泪流。疯癫欢乐满屋，此刻不停留。计谋绝妙，如我所料，引你尾随我来到。哈宾斯，是你吗？你有收到我的讯息吗？哦，你不是哈宾斯啊。哦，我失礼了。我虽然疯癫，依然会注重基本礼仪。这段振奋人心。我待会儿可能会出现一些脱序行为，请让我先向你道歉。圣光。
对我们太残忍了。我需要再靠近一点。难以忍受的圣光啊、哦、黑暗你好我的老朋友你来跟我抢暗影软弱的东西给我滚到圣光下这流氓，看你还敢不敢再这么失礼？哦，需不需要来点茶？如果你找到我的上司，埋起来别人不看见。一个风度老实生，另外两个泥池生。有过分可视物，目光浑身烧灼。躲进十全失美乃至落地人。内剑双生。圣光弄动西奥塔。塔宾斯和加宾斯知道怎么做。茶可以赶走坏坏圣光。对，我确实应该喝杯茶来。塔宾斯最聪明。我的头痛痛，塔宾斯累累，你休息，塔宾斯泡茶。茶让西奥塔开心。我喜欢开心。食谱是三份臭东西。四份恶心石头。恶心石头。两份火蘑菇。两份火蘑菇，
一份邪恶木头。手指头数量的次数之数量的次数之手指头数量的次数之指头数量的次数之最后需要茶壶，你去吧。大冰丝累累不好喝，可是西奥塔说一定要加。我是比较帅的那个，茶总是能让西奥塔好起来。起床喽！黑暗，你好啊，我的老朋友，亲爱的塔宾斯，那些华丽的新茶香几乎让我能够继续忍受痛楚。贾宾斯，我猜你应该帮我把遮阳伞修好了吧。已经好了，贾宾斯好棒棒。你真的好棒棒啊，我的朋友。太好了。啊，今天是个适合散步的好天气。西比尔女士愿意加入我们吗？废墟陷火海，隐蔽奇经海，她终将领悟。太好了，我们来走风景优美的这条路。塔宾斯，等待时帮我倒杯茶吧。哦，那些躲躲藏藏的流氓，真……塔宾斯，等待时帮我倒杯茶吧。啊，蒙贝石兽，你在这里呀、啊！乖狗狗，我帮你治疗一下。的巢穴，隐蔽避难所就在山丘上。我们的后院充满遗失的猎片和懒惰的守卫。看来他们又派了另一位特使来迎接我们了。哦，此地不宜久留，我喜欢在散步时练练短跑。
确小巧又精致，对吧？侯爵，谢谢您的赞赏。啊，能这样散步，感觉真好。啊，避难所快到了，我来跟他们交涉吧。阁内无一物，顿破不是。是的，我错了，还是让西比尔女士来交涉比较恰当。儿子，罪行，太阳。一名亲族胜利。好玩，双胞胎，我们跟他是一起的，谢谢。我的裂片呢？真高兴看到你，西比尔。哦，感人的大团圆，大家喝茶吧。嗯，如此美妙的香料味，这一定能爆出一壶好茶。对云。我警告你，不准有任何诈欺行为，除非珍重再见，我们后会有期。身体很好，这样应该会有帮助。
受伤？黑暗之我怕莉亚，你也被丢到渊侯来了。然后这一位是谁？慢着，我认出来了，你是来自艾泽拉斯的其中一位英雄。末日来临啊！暗影之境的救世主来了。我们必须带你出去。渊侯行者，你还在等什么？不行，我们不能抛下盟友，他们都是为我而来，我们必须潜入托加斯。这座塔没有任何一样东西符合常理，我们必须想办法逃出去。你到底有没有搞清楚啊？我是把漂浮的剑可以轻易穿过这些牢房栅栏、有灵魄了，用它来强化力量。渊侯行者，继续吧。这一定就是看守这里的守卫。那些商品里面把它解决掉了。有你喜欢的吗？期待下次光临。这里多久了？这个鬼地方在啃食我的心智。监管者，很高兴见到你平安无事。我们需要离开这传送门。这里是渊侯，没有人能逃出渊侯。我们需要渊侯行者。这是监管者，在现实宇宙中最伟大的文献管理者。真的是渊侯行者。快点，我可以把渊侯行者当作传送法术的导体，顺着进来的道路回送出去，但机会只有一次。渊侯行者，这个过程会很痛，你可别死
居然成功了，而且渊侯行者还没死，太厉害了。不过最好别再用这种方式离开渊侯了，说不定会害你灰飞烟灭。欢迎，我的患难之交。你和我对抗现实的终点，会需要一些帮手。王子，西奥塔，我的老友，真高兴见到你。看来你终于可以不穿衣服了。我也很开心见到你，瞧你瘦得跟皮包骨一样。我向存活者发出讯息，现在这里聚集了蛮多人。雷纳斯，控罪者，谢谢你派渊侯行者来找我们。监管者，我很好，我不会有事的。陛下，德瑞文，真是太好了！有什么最新消息？我们依照西奥塔的要求，把剩下的部队全都移到了翠陨城。上次袭击后，现在剩的军力又更少了。召集所有部队，我们准备进攻。我有个计划，但是必须在戴纳瑟斯发现我逃跑前执行。请问区区一介落难王子能为你做什么？祝福你，渊侯行者。末日。侯行者，快收集这些灵魄，越多越好。虽然这种羁绊是暂时的，但是它可以让你变得更强大。我们要用戴纳瑟斯偷走的灵魄反过来对付他。就只有这点本领吗？你惩罚灵魂都已经这么久了，不但没学到教训，
反而变得跟他们一样。你呀，只要听话就对了。哦，你可真幸运啊，能见证这即将到来的辉煌时刻。从低等灵魂身上折磨榨取的每一滴珍贵灵魄，都会化为力量，让监禁者夺回他的一切。等到他重获自由的那天，万物都会依照他的旨意消灭殆尽。唯一能在这股变革浪潮中存在的力量，只有死亡。死亡还有促成这场胜利的帮手。有人会阻止你的，戴纳瑟斯，就算我……不要说话，看好了。别忘了这次的教训。你好，渊侯行者。你汉元不觉得灵魄使渊侯持续扩张，炎狱之主恐怕随时会逃脱。戴纳瑟斯想必正在纳萨亚城里召集军队，如果坐视不管，他的忠诚者绝对会击垮我们的。我们要征召最允城的收割者，而这位凡人要回到奥瑞博斯，一定要转告他们这里的情况。王子，我来护送渊侯行者。凡人，我们走吧。主宰必须被救，我们是不是和平。瑟斯造成这场灵魄干旱，还将他丰沛的库存提供给渊侯，他和炎狱之主互相勾结。使命，请救救我们，情况比我们以为的还要糟。看来炎狱之主一直以来都在牵动着我们世界的命运。荣耀之声，永恒者召唤前去审断者殿。渊侯行者，跟我来，或许他们能指引我们的道路。卡德伦，带着诸位世盟代表前往政要区。我和凡人在事情结束后，会在那里与你会合。我代表他的话语。祝福他的声音。身为审断者之声，我听从永生者的旨意。我能为你效劳吗？渊侯正在茁壮，力量不断滋长，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以为永远逃不出来的邪恶之身，在暗中想要误导分化我们。统御者察觉了真相，但是他的警告来得太晚，我担心他已为此付出惨痛代价。你
是瑞文崔斯的代表吗？你们的王呢？我们的兄弟戴纳瑟斯在哪里？我的王背叛了大家，这场干旱是他造成的，他偷走了我们国度的生命泉源，让我们和你们的人民挨饿。当他的谎言被揭穿时，戴纳瑟斯把众多装满了灵魄的魂匣送到了渊侯，以强化他真正的主人。很久以前，我们聚集众人之力监禁了那个怪物，如今统御者不在，戴纳瑟斯还背叛，万神殿濒临分崩离析，暗影之境的末日即将到来。但是我们还有希望，这个凡人在渊侯救了我，并且揭露了戴纳瑟斯的背叛行径。他们也拯救了我的森林，并且展现出强大的潜力，有他们的相助，我们就能挽回局势。没错，为了暗影之境，每个凡人都必须选择一个世盟。等到我们的戒域恢复往日的力量之后，大家就能联手对抗黑暗。首创者，我誓死达成任务，我代表他的话语。来吧，凡人，做出决定的时刻到了。要相信使命。你们的使命是什么？马卓萨斯认同你。我们遵循统御者的旨意。绝不示弱，赶尽杀绝。别放弃你的盟友。就算无望也能胜任。反叛军欢迎你。你需要帮忙，对吧？我代表御灵者的意志。前来接受审判。你的道路已定。我会考虑你说的话。